Let's go！ 那率先被楼顶的令发现，直接打爆载具，秒掉了Z9。引爆载具没有任何机会野猫，艰难的反打。嘿嘿，不爱。最自由的男人，最自由的男人，又来到了这样一个顶峰。在第一把，那被屈涛老师祝福的体坛，在这一局可以先舒服的待一会儿。哇哦，怕被不一定知道。 看到了，他发现了一个打，一枪爆头，再往前配合队友，往前进行预秒，再拿下苏K，这配合居民，二位再往前顶，再打一个，又是配合居民，保护两，其实率先被淘汰，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3-2的一个局势 ，King 稍微露一个侧身位，也是能够去看到，速度的人率先被秒，那星辰也将没有保护了，没有后点位 ，King 可以大摇大摆的拉过去。再打到一个侧身的位置，King子弹不够用，但是巨补上这一枪。我刚才没有看错，安卫腾讯视频到最后是拿到了17个淘汰吗？